小刀来了，艾伦带了一颗闪，左边闪，咻，左边人，哎，他没搜左边。小 K 占了一个歇逼位，但是哦，不是 Rain 占了一个歇逼位，但小 K 救了他。中路还有一个，中路封了一个玉城的，小飞在这直接死了，还剩一名敌人。最后这个小春，在中远的小春。兄弟，猫雷本来就是玩奇乐的。我告诉你一个位置，一个队伍怎么分嘛？王浩哲决斗 ，Rain 烟，小编指挥就 IGL 加信息 Yosemite。兄弟，我脖子非常气成的，你看。打闪前出推暗眼 ，Rain 没有吃到这个，没有吃到这个零点秀炭啊。奶了，我操！一照五个 ，Rain 直接传走，剑影溜了，不、哦，剩余三十秒。我什么时候开始玩瓦的？从这个游戏刚出第一天我就开始玩了。第一天玩的时候，这游戏贼变态。我第一天玩的时候，当时雷兹开局送你两颗雷，对面绝对 rush 不了。U 三你可以刷了，哎哎，哦，四杀，有没有五杀？我要五杀。小刀没血了，兄弟，打六剑，噔噔噔噔。谁还敢说？当心眼睛！打闪，再打一个闪，马上就是，哎，二楼给火了。直接进，二楼下给了一个烟，二楼下有两个人啊，先抽一枪，右边帮忙勾，左边这个才是有战力的。现在艾瑞只有八滴血了，兄弟们一起往二楼下涌，这个位置变成了一个绞肉机。但是嘉豪打了两个，王浩哲也打了两个，现在变成了一个三打二，便可以倒了。小飞先下包，二楼有人 ，Rain 怎么说？抽一枪，王浩哲没血了，三十血怎么办？凌空起来 ，Aaron， 哎，直接立了一个玉城起来，哇，这一波是把队友给稍微隔了一下，这个玉城立的不是特别好啊。看到二楼有人了，可以进点安装爆能器。这个爆能器很有意思啊，这个爆能器很多点位都能看，小道能看，二楼能看 ，A 场也能看，因为这是一个小道包，现在是听到了，所以中路的话 U 三提前看了一下。在确认中路没人之后，再来打点内。碎片一出，小 K 来到点内，这个单枪挂的有点太晚了。先看一下 Rain 的前点，二楼下现在守了两个，而且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他一封这个烟，发现包不在这儿，怎么办？两个人一起守二楼下，还剩最后一个 U3T， 立马就被 Aaron 补了，二比二。雷击剑。直接猛穿，零点消弹探到了，点内有一个，点内这个人是变，小变先回到了窗户里面。哎，点内又来一个，但是侧身王浩哲，但侧身的话小变没有帮他架。哎，什么意思 ？U 三 T 小 K 各打一个，头部命中王，找到二楼的了。我方还剩一人，你在拆的时候我就拉出来打你。哦，对，就是这样。 Rain 很准，我听到了有声音，直接一波猛穿。哎呀，你无处可逃，闹够了吗？该结束了。哎， Aaron 还被打进去了，他们这阵容没人帮忙拉枪，其实很容易就是吃到奥丁的伤害的。王浩哲打掉 Aaron， 兄弟们你怎么进？再来再混，还要转点，现在去 A 了，但时间够多吗？他们没有多少时间搜点了。 Rain 现在是在一个开关门的位置，听到脚步了，推黑，有两个人，只要左边一个右边一个，拉出来啊！ Rain 这十秒，爆能器已部署。群敌枭行无人机是穿不过那个铁窗的。我来压制他们，压制一个，压制一个。
听到下面的声音了，哎 ，U3D 终于绕到位，还剩一个小春，小春在点内，在铁墙附近一波猛穿，这就是奥丁带给他的威力啊！风玉城直接要过，哎，听到声音了呀，听到声音了，打火起火打闪，这边有人 U3D 打掉了J 好 JH， 这里还个喷子，怎么说我呢？这包掉这儿了，那你咋整？他想的很好，他听到自动哨兵的一个声音了，直接用玉城把人给立起来。但包掉这阁家又该如何应对呢？小春必须得要吃两个球才能有大招，他得要杀两个才能把包捡回来。遮天闭目，我方还剩一人，我方还剩一人。哎，艾瑞给这个闪，那点怎么过啊？暗眼推了，但是被王浩哲直接摘掉。小肥虽然打掉王浩哲，哎，但是他可以拉艾瑞起来。我是猎人，看一下便可的剑啊！哦哟，便可连射两人，入野打掉了小春，在点内加石柱后面还有一个 YR 也死了，哈哈。王浩哲打掉一个，没有逐风了，但是没关系，对面的人血量也不多，一波猛穿，哦哟，穿头穿掉了 Aaron， 他还要在远处去挑战一下这个人吗？这 H 直接走了，哈哈。暗影涌现，啊，小春。直接打到王浩哲，但对面这份打 A 的话 ，A 点人很多啊。银剑秀探一探，哎呦，有俩，二楼有一个 Rain， 这推暗眼想要关门，哎，烟刚好散了。再来一根雷击剑，但对面根本不吃这一套，就让你近点，你安装爆能器，就吃闪，吃闪出，雷击剑照一照，二楼下有一个烟力，有一个，还剩一名敌人。哦，还好小 K 稳住了。闹够了吗？闹够了吗？该结束了。打闪，找右边的人。哎，Rain 给 Aaron 打回去了。现在叠里很多人，叠里三个，马上就是四个了。王浩哲跳起来，飙掉 JH， 但是近点还有。打闪，右键，直接逐风出来了。叠里还有人，不着急。哎，现在叠里还有，看一下 Rain， 他能接几个？Rain 一个，旁边还有，他被接住了，而且有一个人在高台位置，知道这里有个奶妈。Aaron 推黑，但是后面 YR 马上也来了，王浩哲枪都没抬起来，你无处可逃，想射人，射着没有 ？OK， 他射的点内，这份标记，教练读大招读得很懂啊，一看对面是这一套大招，点内一个人没放。小 K 先打掉 YR， 然后再一波猛穿，哎，这人没见着，几乎都残了。Aaron 没什么血了，小肥也没什么血了，而且这包，哎，这个剑小编会，我操，我欣赏他，牛逼。但是枪没对过，封了墙，要直接安装爆能器，还剩一个人，跳，兄弟帮我捡一下巨大耳朵。哎，看到了，给了个烟。他们叫落荒而逃，王浩哲打掉一个，但这个闪很难背，看一下有几个人能背过来，四个人，看一下 BLG 测反应的速度，哦，没有，根本不用什么反应，我直接一波左键压枪压到死就可以，后面来人了，兄弟们，要打闪，左边有人，再去追，追点内，二楼马上来人了，这包二楼看不了，但他有剑，他有雷击剑，看见有没有 line up， 哎，电死了，兄弟，可以的，这 line up 我认了。在头上，没时间了，这蓝牙我认了，给一个小道烟，数位烟，在点里点内只有 YR 一个人，兄弟已经给过来了，哎，照到王浩哲，直接要，哎，看到点后有人，小春先打掉一个小 K， 有人跳了，哇，兄弟一波猛跳，这波甚至有人火中做自己 flawless。
哦，感谢卧槽你干嘛开通的续费的一个月钻石粉丝啊，谢谢老板，祝老板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硬邦邦，祝老板永远不死。哎我操，这什么东西，这是薯条。给老板跪了，给老板跪了。能气落在 A 区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祝老板性生活和谐。哎，比奥吉手上局不是输了吗？他手上怎么有两把枪？他妈的，聊会儿天进残局了。二楼包，哎，不是，是一个正常正位包。二楼有人的，头部命中，哇，这分标记只损失一员大将。港服夜市好像是后期，啊。我不玩那个啥，我不玩手游，兄弟们。哎，爆能器落在，怎么一回来标记开送了？这标记20秒钟就剩三个人了。没道理，就像以前影视修锁绝对不会出奇乐，因为奇乐的大招以前会直接被巨人鱼波打掉。搞定一个，点点耳朵有一个，直接安装爆能器。哎，跳下来了，小飞没等队友。我操，说实话，这种在职业战队里面真的很。就我小编直接穿头穿掉了他，这种其实真的不应该出现的。我后面可能瓦的比赛能来就来，如果来不了就说明我在撸啊撸那边打工啊。我操，王哥，王哥你这狙有点像可以透。哎 U3T 打掉一个前摸的 JH。再来前点，摸到了，但是 U3T 把枪给稳住，头部命中打掉的对手，没被穿死。U3T 已经进点了，对手在一道等群体剑，哎，但是没有等到对手，对，没有等到队友。不是，是斗鱼撸啊撸那边有工作，然后我让他们找其他人，他们说不好找，然后想找我。哎，主播有点抢手，有点热门，只能说。剩余30秒。哎，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，主要是斗鱼要搞个二路，他们希望有一个人呢懂点撸啊撸，而且要能串，没有什么偶像包袱。那这个人，我感觉我当仁不让啊。非法操作，非法操作一旦禁止，接近推黑，但对面也反了一个黑，巡敌剑给进来，这是一个回防的巡敌剑。听声音，有什么？你知道左边有一个，还跳上来了，这不对过了，我操，吃力。自动哨兵，再拿过来。U3P 今天状态真好，王哥有大狙，你要不？你要的话我给你捡，你不要那就算了。哎，二楼有一个 ，Aaron 也被 Knight 给打掉了。现在王哥说，兄弟你去控一下图，那个狙在哪来着？我去捡一下。哎，王哥说：“我操，兄弟，狙在哪？我找一下。我是猎人。哎 ，Aaron 打两个，好配合，这波好闪配好人啊！啊，哎，今天我已经把这个配合说掉了。我说一天只说两次，今天已经说了一次了。OK， 待会儿要是还有这个的话，我再说一次。”左轮哪里可以开金啊，兄弟，你玩的不是我们这个游戏吧？还剩一名敌人。爆能完了，还剩一名敌人。小 K 也死。来吧，走起！眼睛。啊！别挡我的路。
剩余三十秒。敌。哎哎，有人！哎，王浩哲，我操，兄弟，你们过了三个，就我一个死了，我操！傻了，咋整呢 ？Rain 已经被锁定了他的位置，在 B 场这里有人 ，B 场近点有一个 ，B 场近点 USMP 打掉一个，但是立马就被 VR 补枪了。有老六后面有老七，你坐门我也坐门，我操，全都傻了。这小 K 说，我刚坐门，我后面还有一个小肥，牛的。那我明天播吗？明天肯定来的呀。你说是明天播塞尔达，那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操作。还剩一名敌人，先捡獠犬，六发子弹，再给个皮蛋蛋儿，呜呼。哎，要找人，我、哦、没跳出去，但 Rain 是补掉了一个 Aaron， 他知道后面还有人的，兄弟带包走，直接去 A。那小春他能接几个呢？这个距离海灵是有啊，他妈没有一点优势。哎，完了 ，Rain 也掉了，这个时候可以走啊，可以直接去 A 了。爆能器已部署，爆能器已部署，双架的，有钩子，二楼还有人，王浩哲家在这死角，但他被 YR 给摘了，这爆能器两边都能看。再过一会儿马上小刀就会来人了，但小黑在看，因为小刀是他唯一没有技能的地方。海顿，我的老伙计在这儿，没什么时间了，丢了一个蛇吻，还有没有时间？哎，穿车穿掉了 YR， 这小飞绕太久了，兄弟。这边丢蛇吻，修脚 U3T， 还要丢蛇吻再修。Spring 现在血量已经很低了，踩雷飞剑丢过来，直接炸死了小飞。但是 Aaron 也是把小兵打掉。哦哟 ，Aaron 连接三个，看我力挽狂澜，还剩一人。小 K 打掉对手。现在变成了一个一打二，但是爆能器掉在了这里，爆能器是掉在了一个小道的位置，怎么办？这大招应该是不丢的。哦，倒车入库，有三铁在前点，小道这里一般都会有蝰蛇，先打一个，但是 Spring 是打掉了小 K， 后面有人来补枪的，要给霹雳之虎。哎，去另一边了，我操，小飞不怕是去抓探秘吗？这位置 USMP 不抓他啊，抓了抓了，他在这里放霹灵之虎， Spring 撤回去给他卖了霹灵之虎，搜点内，点内暂时没有，但二楼没人，他们应该知道二楼，他们应该二楼没走人，他应该是不会把这个包下给二楼看的，这下了一个 B 大砍的包，但 B 大马上来人了，他会知道的，他会知道的。哎哎，想多打几个，一人一个，哦 ，YR 打两个，我操！但老七后面有老八，你猜怎么着 ？USMT 也绕了，虎盾来了，哎，再打一个，二打一，最后一个是开始击杀过人的 Spring， 他是从小道来的，我操！老八后面有老九 ，USMT 绕了一个，他后面又来了一个 Spring 现在也不打算打了，他就打算保着把枪来断枪。奎夫不会被沉默，奎夫也不会被收掉。但是奎夫是这样的，他会说几个字：不要妨碍我。Ace U3T， 我操牛啊，猫雷！而现在王浩哲，我操狂施闪，这小肥给他抓的死死的，
不给一点机会。哎 ，OK， 刚说完，这不怪我吧？我操，兄弟，这不怪我吧？哎，有个脚 ，Spear 连打三个。爆能器落在 A 区。哎呦，这回复，还剩一名敌人，真牛啊！一打二，这王浩哲保狙了呀！丢丢来了，剩余十秒，王浩哲直接保狙了，兄弟们带包直接送在这儿了，三个人不应该走这儿的，其实可以绕一圈。当心手雷！我找到你，狩猎，开始狩猎，铁鳞之虎咬到。小飞在点内，知道现在点内只有两个了，打闪出。哎，现在外面有一个小 K， 小 K 打到 JH， 但是旁边还有人，我出海盾了，真牛啊 ！YR， 还有这种操作，这出海盾打。哎 ，U3T 可以开回复，他可以开回复。剩余三十秒。撸啊撸，他就叫也好。爆能器。停战生成。对，边上马挺 C 的，马上打闪跳了。哎，这里有人，闪兄弟，闪到了，但还有人。哎呦，再打一个，兄弟们捡枪，点内没了。而且现在可以让人偷啊 ，U3T 可以偷，他可以慢慢偷。现在有很多很多时间给他去拖。太监先走小黑屋。组合技没炸到人，哎，炸到了，便可被炸死了。再给一个蛇吻，Rain 一滴血回来了。你想要回来保枪的时候，刚好这里就有一个 UCMT。你小到要是人多，你小到人多就会施这个 Aaron 的大招啊。前点是慢摸过的，直接炸掉了对手。知道这里有人了，哎，喷子喷一下，踩雷飞剑，什么时候开大招 ？Aaron 直接。独中做自己，七十三滴血，再来一个蛇吻。就在那儿。王浩哲直接打掉了 Aaron， 而且右边有人。白二打掉王浩哲，但是枪不敢捡。再见了，老虎。便直接开张了，兄弟们。哦，这是双倍，不是，这也不是双倍，这是无数倍的人头，无数倍的人头更新啊。有三 T 打掉 JH Spring， 找位置，这个天烟的位置能找到吗？他枪法失误了，被便可打掉，便可直接战绩又翻了一半。怎么判断扑到有没有掉血？如果你这个扑到之后有一个牙齿咬的声音，就有三十点血。如果就牙齿咬到，咬那一下会很明显。黑鹰出击，还打吗？哎，剩下两个可以保枪了，保了吧。最后一把没钱的，保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啊，这边十比四了。这个人，就说啊，这分边很不均衡啊。啊？什么？一脚枪 ，Aaron 双杀。我方还剩一人。哇 ，Aaron 直接打掉了小 K。小黑这单摸看起来像是自己摸的，但外面有狙的，我抽了一枪，王浩哲没抽到，但是后面架步枪的 U3P 也掉了。小伙计，被打倒了。帅，还剩一米，要溜溜。炸飞他们还绑。一起狂欢！哦，直接轰过来！黑鹰出击，打闪找人！我操，一看外面好多人，而且二楼人也被摘掉了。这个时候便要小心，回头先打掉了一个 Spring， 自己再躲到 Elbow 里面。铁鳞之狐要打，他被咬到了。哦，
这什么？这左键拿了两个，再换子弹，奇技能走。这两个人在追他，你真的要追吗？哦，真追，真牛，真追真牛啊！两个人被锁在 elbow 里面了，王者在后面支架。小 K 应该是补第二枪剑的。还剩一名敌人。好，要是在场我们就看主流去。剑客打了一个，再打闪往外出 ，Rain 又把 JH 给接住了。还剩一名敌人，爆能器已部署 ，OK， 加了1500块，但是这其实是过来捡枪的一个时机啊，所有人全部可以把枪捡好。我后台没啥呀，王浩哲先打掉一个，再躲到对面的瀑流旁边。我操，这就过来下包了，真快啊！小 K 打掉一个，对面也没想到点后居然还有人，因为这人不出来打那个的，这人不出来打包的。还剩一名敌人，小道丢射稳了，在右边。又卡，什么问题？我梯子也没开，而且 P015 看了一下外面，怪兽出击，来兄弟帮打，帮打，帮打，真得打。咬到了，先打掉 U3T 直接倒地，而现在王哥也是回到了点内，踩雷飞剑丢出去，爬过来受死，二楼还有一个 Bank。OK， 刚好卡住了，但是卡得好。现在整个点内 NIP 被团团围住，他占了 elbow， 但是对面是有二楼以及 CT 的控制权的。惊喜翻腾来找人了，点内暂时没有，好确认了一圈没有，再进来找。王浩哲先被 GH 打掉，再来这里回复掉了。现在怎么说？这还剩一名敌人，这个人开始是在绕的，这个人开始在绕的，没关系，直接拆就行，拉出来，兄弟，拆到底就行了，拆到底不要漏，哎。四 B 的防守，我建议你闪开，碍了 B 二楼和 B 大的协同，跳下来全是技能，燃烧榴弹，这个技能美如画。不太好接，不过远距离的身份堵掉一个，没打过，兄弟，堵了个四 B 没打过，最后王浩哲的名句。哎呦，还没去掉，不是四 B 吗，兄弟？比较尴尬了，就战术监控能看得一清二楚。完了，王浩哲正面接了一个，反向还有踩雷飞剑。啊？连打两个？这一波，我操，幽默 ，NIP 幽默，光想用一颗幽默，兄弟，什么东西？典礼，这趁这个时间点，狂潮已经给了，开飞。趁你们要你命，两个人都懂色的意识。坏了 ，K Knight 跑得比飞得快。哦，但是一瞬之间 ，BOG 把人数优势打了出来，在浴室完成了一个2-1。德文丢出来，这个、人数4-3，而且浴室和 A 小全是防守方的。王浩哲3-4，比赛结束。5杀，牛逼！小王，哇，结束。